《天剑奇缘》手游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问一下，卡在这个转职哦，先看看把转职解决。然后，今天我们要去教宠物。我就跟大家讲，这其实非常好练的手游嘛。我是你的啦啦，嗯嗯嗯嗯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好多红包可以领。各位先领一下红包。欸，我记得我上一期是不是打输了？哦，天啊，到底谁是发红包啦？有画质现在还没改。极致哦，好，音乐把它调到最大声。我觉得我上期打输欸，主线继续吧。欸，感觉可以赢啊，感觉可以赢，但他血量太高了。不是啊，我们刚才在领红包不省啊，下一集再演示好了。我先把鬼鬼打，这些真的很棒，而且不闪退，我觉得太扯了。这种游戏居然完全不会闪退，光是这一点就要给他加很多分了，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啊。它其实也是很精致的手游，但是它居然都没有闪退过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啊！我欠你的呢，欸，我记得有只脚欸，你在干嘛？就是跟你说有只脚了，就是我的印象有只脚。我是你的人，法身可以升级。我们之后再介绍活动哦，前面先实况一下，准备升级。啊，这边就是装墙。一改气的就对了，加的气你可以全部合成。这边其实就叫你，这边其实就叫你换的意思。嗯，这边就会经典，就送欸。因为它一直发光啊，然后我就会恼怒，我只要恼怒起来呢，我就会把它全部都点下去，尽量点，尽量。非常的好玩哦，对吧？然后这边的工会系统可以随加随退吗？可以。你说这游戏棒不棒？就把这些解完了。来，我们再讲重点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寻宝福利是什么？哈哈，好猛哦！新，哇靠！我们先介绍哪一只啊？这里的流浪，你愿意的开呀，领完了啊！那我们先介绍那个啊，下面那个，不是，三层世界 BOSS 成就。好，那先讲我们的福利啊。等一下哦，先让我领一下奖。哦，先那个也可以按两次。这个是神兵的雷霆冠军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非常帅。